那就先爆它，让它香味整个都出来之后，炒起来的菜会比较香，比较好吃。好 ，OK。讲的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专门在骗老百姓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你既然说我们言论自由，你看当初他们为了要选票，哇，讲的一口的仁义道德，在那边说什么哇，我们要为人民，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这边讲一堆，但是后面呢，你要把嘴给擦干净，然后吃到那个整个嘴都油油的，那一看就知道你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吃相难看呐、啊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对这个政府真的很失望。我觉得这一次当然也是希望中天全去报道这些，让大家都能够知道说真正台湾人在想的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。我的控肉腿裤跟猪脚都是用红曲下去卤的，你看我红曲会弄在这边，所以我的控肉它的颜色跟一般是不一样的，一般大概就是用酱油下去腌的，我这个卤汁是老卤，我不会去更换它，我只有在加水而已。这是排骨的部分，你们这个油也太轻了，因为我三天会换一次油，就是有的人他会用到颜色已经很深了才换，我不要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在吃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吃到的就是健康干净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用的东西就是比较少盐少油，以前油啊一桶大概在400-500块，现在一桶油涨了一倍，涨了一倍，就现在就变成800多块900一桶油，所以我一次要2.5桶的油。那个腿裤，好，我稍带一下哦。我们这里现在有那个中天的 APP 可以下载，中天新闻，对，他现在本来是在 YouTube 上面，他现在自己有那个 APP， 直接点上去，用手机用那个我们一般的 LINE 就可以下载了。对啊，可以支持一下。节目部分就直接点，那后来我会放大，我就这样子去看。那当然最主要我们还是要政党轮替，换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带给我们台湾走向比较正常的生活。你看现在台湾跟大陆搞成这样子，共军一直在那边飞，在台湾飞到最后呢，对不对啊？政府现在民进党又一直跟美国买那些武器，买了这么多，到最后呢，死伤是我们台湾人民。